中央对你和特区政府的工作是满意的。我们将继续全力的支持和特区政府依法实践。对这件香港这政改方面，这个报道，对这里我们香港特区政府的方案，这不能获得的是我们立法会的通过。这件事情，香港的这个事情已经香港是考虑20几，我高兴我具备这有关些事情的详细内容，向主席报告一下。